我爱的是你，爱我最大的卖点就是张涵予和王珞丹谈了一场年龄差距18岁的忘年恋。硬汉张涵予首次柔情出演，在片中和王珞丹饰演的沈小乐有许多精彩的对手戏。这一对跨越18年的隔阂的忘年组合，谈起恋爱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张涵予是占了王珞丹的便宜，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在电影发布会上，张涵予却自曝自己荧幕初吻被王珞丹强行夺走，还差点受了伤。说谎的哦，我刚要说的，因为他搞了一个恶作剧哦，我刚要说的呢，他猛地就吻了一下，我的手来不及拿起来，就受了伤了。因为大哥比较含蓄，然后我觉得这要我要再含蓄，这个恋没法谈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王颖上钩。然后还戏里还出现小事故，然后咬到他的手。因为他拿手打了一下，就撞到他的手。在众人的起哄下，两人现场远景重现重温旧吻，引得观众。